他下班了，这人去邮局把我朋友的两个箱子给他发到东京，他是去北海道了，自己带着女儿弄这俩箱子也麻烦，从把我们把这个三天8号回来，8号去东京，然后10号回去啊，我把箱子给他发到东京的宾馆去，省事儿。嗯，要不然一个人带一个孩子还得提三个箱子，一个包。那个孩子就抱着个娃娃，没办法，小女孩6岁半7岁。嗯。到邮局了，把这东西填写上地址，顺便把给高兴艾米买的东西放这箱子里面，托他带回尼泊尔。麻烦这位大哥了。行了，回来就是啥、啊，腊肉。大家猜一猜我晚上吃啥？吃啥肉？好厚啊！嗯，发走了已经。是8号上午送到吧？8号上午。嗯，1月8号上午送到。京都银座呀，他住在。住银座那个叫什么海鲜市场，有名的那个海鲜市场。嗯，他跟会选，就是他也不吃肉。那边热闹呀。啊。地势好吧？是，也方便他购物哈。对对对。嗯，两个箱子，两个单儿。把艾米还有小高兴的东西也托他带回去了。嗯。好像好像好像。哎。今天是红烧肉加蛋，红烧排骨，红烧排骨啊。这个红烧，这个不是这个颜色，你不觉得挺吓人的吗？就是这么红的。红曲米那个红的放太多了。嗯。这个蛋剥了皮了，现在蛋看上去好像没剥皮似的，红皮鸡蛋。这个虾呢也是远蛋，我们出去时间太长，冻了时间太长了，再一化开就买的时候是很新鲜。嗯，结果冻久了，再一化开就变黑了，虾头变黑了。这是啥？山药。山药，山药。这是拿的高哥从尼泊尔托人带过来的辣椒，辣不辣？橘子吧。他俩，嗯，我还没吃呢。这是我吃一个披萨，人家美其名曰是减肥，其实也不肥，天天觉得自己胖。怎么样，有没有酒味儿？好吃就太甜了。嗯，太甜了。你干嘛呀你啊？哎，你在跳。馋的，狗不能吃排骨啊，所以说不能给你吃，还有辣的，你就闻味儿吧。老说，好多朋友说它长得像什么，反正不像狗，瘦瘦的，没办法。老鼠。每天肉罐头，反正肉吃的比我少点有限。1星期一大罐罐头肉的。人家又不长胖。就对，人家就是不长肉，没办法。精力还旺盛，开吃。啊，辛苦了，给我做这么丰盛的晚餐。哎呀，包松子自己包了半天，给了我一把，辛苦了。嗯，这样吃才好吃，你觉得？嗯，这样吃才好吃。哎，自己包了那么多松子，指甲疼不疼？有，你看我指甲好像都往里面气儿呢。嗯，没 K 的。嗯，还脏。嗯，没事，一会儿洗吧。你包这东西肯定会脏啊。嗯，指甲。还好有点指甲，要没指甲我就不包了。嗯，要不然肉就往里面气儿了。是。这是委托吉哥买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好快啊，你这摘了一大半了哈。嗯，晒了两天了。但问题是还剩一大半。还剩这么一箱。嗯嗯，慢慢弄吧。嗯，吉哥这次确实买了好多帮忙。嗯。这个辣不辣？辣。你尝一下看看。嗯，让我看一下嘛。四川厨子买的，他弄不辣吗？不辣，我就是回国以后我先飞四川，我肯定是找他去。那么你吃。吃了以后给我看一下效果吗？受不了。害怕。嗯。这辣椒就是灰比较大，其他都好啊。没办法啊，他们也得晒，晒的过程当中肯定有灰。嗯。
吃之前必须得洗一下。嗯。这次带了泥币多少钱？1000。差不多吧。嗯，1000才50人民币。嗯。然后这里面有1公斤吧，估计。1公斤。嗯。嗯。可以，够我们吃多久了？那得看你，取决于你能吃辣的。上次你不带过来2袋不是啊、嗯？我一直省着吃，然后还剩1袋。嗯。就我怕就没了嘛。然后这次可以敞开了吃啊。嗯，我回国了，在四川再买一点。啊，对，你正好跟吉哥见面，让吉哥再挑一点够辣的啊、嗯，再挑一点麻椒、花椒。花椒。嗯。开火锅店啊。也不是啊。嗯。我喜欢吃辣的，你也不是喜欢吃辣的吗、嗯？而且我不是喜欢吃纯辣的，我喜欢吃麻辣的。嗯，那带点麻椒。嗯，然后做任何麻婆豆腐啊什么，嗯，都可以做麻辣的。嗯，可以，好开心哦！谢谢，谢谢吉哥。嗯，上班第一天，现在已经下午了，上午皮着一车还多，发货。都是好多，这个不好包，继续干活吧。嗯，找出来的全打包完了，我不认识日本，我找不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再等着有人来再找再包了，这也不少。哦，还挺累。哦，发走，又装了好多，装满了。连一个电梯，2件货。出门就是车，搞定，就放这儿就行了。放这儿，他们自己扫码，自己装车。这。第一天上班挺累的，回来了，这什么照烧鸡？照烧鸡腿肉。嗯，照烧鸡腿肉，豆芽菜。你要喝不喝？我爱吃的红薯啊，饮料喝一点也行。果汁。嗯，果汁。芒果汁。太好了，太温馨了。回家有热饭吃，还是爱吃的肉。吃完饭了，继续弄辣椒啊，弄了好多辣椒呢，这刚弄了一半，还有那么多，不过还得摘梗，摘完梗以后没有多少了，帮忙吗？帮忙吃可以。帮忙吃，这要喝王老吉，喜欢中国的还是？